主播有民众在屏东垦丁民宿拍下一只梅花鹿站在屋顶上头，大大眼睛看起来相当无辜。画面曝光让民众大呼超可爱，带你来看看。是的嘞，不是小只的。拍摄者用另外一个角度拍下梅花鹿呆呆站在屋顶上的样子，让网友大玩酷搜梗，说这只小鹿迷路了，还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有网友推测这只鹿应该从后山跳到屋顶上，而拍摄者表示看过猴子、鸟、猫咪跟狗在屋顶过，但是梅花鹿还是头一次看到，可爱萌样引起网友疯传。